我想用醫療券睇醫生啊。婆婆，咁你攞張身份證俾我，同簽咗呢份同意書啦。阿爸，今日見到張婆婆去睇醫生嗰陣用醫療券喎。我都想用啊。我幫你上網揾服務提供者名單先。年滿70歲嘅長者可獲發醫療券，金額已經增加至每年2000元，而累積上限亦增加到4000元。